尽可能的不要挡在镜头了。下雨天本不该有这么多人啊！这个地方只是给大家示意一下，要做这么一道工序啊，要把人物都摆进来，啊，要做这么一道工序。好，剩下的就是渲染，剩下我们就来渲染一下，分别对这几张进行一个测试。由于它不用跑光子，所以说渲染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渲染第一帧的时候，第零帧的时候渲染一张。这个地方可以反射稍稍调强一点，模糊给起。这样就可以了。由于我们没有跑光子，也不需要用 GI，所以就这样一步就可以了。现在渲染一下。它的好处在于它不用跑光子，也不用有全局光照，速度比较快。对于成图来说，速度比跑了光子的还要快一些，因为它不用重复这么多步骤啊。但是难点就在于要把控整体，因为没有了全局光照啊，没有了 GI 的参与，所以说是要像宣扫描线一样。把握全局光，一定要把全局光把控得很稳，要不然做出来的效果一定会是非常糟糕的哈。所以说，在做这样类型的时候，考大家的也是一个灯光的把控，环境光的把控。另外，在做阴天的时候，阴天雨天的效果的时候。一定植物记得一定不要把它调得太亮这样就会没有阴天的气氛它本来是很阴沉阴沉的，我们需要表现这样一个质感的话，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压暗。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大家会看到这么一张大图，我要渲染200张成图的时间。最多也就几个小时，也就渲染完了，因为它不需要跑光子。
注意合理运用一些插件啊，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当然在渲染代理植物的时候，肯定速度会慢一些，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正常的。在做阴天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色调调得过于太灰哈，太灰反而没有突出建筑的体面关系啊。适当的还是要稍稍亮一些，这是在做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联谊插件的用法，大家要仔细的去找一找类似相关的一些教程作为参考哈，因为在每个场景里头，场景不一样，它所出现的问题也就不一样，并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大家不要像我一样，一整套把雨景的效果啊，完全做出来了，这样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万一涉及到修改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建议的是，刚才的联谊我们可以自己再做一套，做一套序列。雨天的那个雨滴的效果，我们也可以再做一套序列。到最后的。到那个 Fusion 里头去合成哈，后期软件去合成，这样便于调节它们自身之间的关系。啊，你觉得雨效果不是太好了，你可以提亮，也可以变暗。如果你像我这样做的话，我现在只是在讲解，像我这样做的话不利于工作啊，工作当中不会，肯定是需要分层进行合成啊，并不是，一起。做出来，一起做出来的话，除非是客户不修改，觉得你做的可以了，一般这种可能性都会是很小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之所以没有做联谊那套效果，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也只有把渲染的这部分做完，然后来单独合成，大家要遵循这样一个流程来做。今天讲解的这个雨景的效果，重点难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说多说一点，还是要把控整体的环境。在我们没有用到全局光照的时候，如何去把控场景啊？我们还是以做图片去参考图片，去大概的去掌握它的环境光，并且它的一个整体大的色调。我们来做这样一种图，总之都是多看、多问、多练。
啊，我们现在等这张图先渲染着看一看，看一看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还有在近景的时候，包括材质的一些反射材质要调的比较到位啊，这样的你的效果才会更好啊，也表现出来的主体也才会更加突出。好，这个图片我们已经渲染完了，速度还是挺快的。看一下这边是雨的这个效果，包括这个颗粒感也是有的。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分别对第0帧、第100帧和第200帧进行一次渲染，大家会看到，这就是最后出来的一个整体的效果，包括雨的，我是把雨和整个场景一起渲染。在制作过程中，大家切记，要分开渲染，这样便于修改。现在大家会看到整体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人物有跟雨一样有了运动模糊，这是因为我们在最后设置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的运动模糊设置为零啊，雨除了雨，其他运动模糊全部设置为零。但是这样来看的话，也是比较有一种写意的感觉在里头以上就是。雨景效果的讲解，谢谢大家。